者洛子新台北报道，港星詹孝东七月将于南港展览馆开唱，外界都十分好奇嘉宾人选，先出席网购平台演唱会活动。受访时不再卖关子，先是表示和我一起演过戏，又说很知性，人见人爱，最后被捧出是一起演过《兰陵王》的人妻林依晨，笑说大家应该会很期待我跟依晨妹妹的合作，她也很开心能邀请到她。除了演唱会，她也谈到网购经验，家里大部分东西都是网购来的，包含家具、日常用品，表示甚至家里的宠物也是网购的。老婆在网路上买过三锅斗鱼和乌龟，笑说现在科技发达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商品，而他也不会去念老婆爱买东西，因为自己也会上网乱买。至于买是摩托车耍神秘，不能跟你们说。 PC Home 种下狂音了。陈晓东，记者赵世勋社。陈晓东曝光演唱会嘉宾人选，记者赵世勋社。 PCHOME 种下狂音乐。陈晓东，记者赵世勋社。林依晨将担任陈晓东演唱会嘉宾。资料照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